很多人在购买防水壳保护贴的时候，在考虑后面这片要贴在哪里。镜头当然就不用考虑，因为它镜头只有一面。但原厂防水壳打开之后，总共有三片的背盖，另外一片在这边。那我要贴在哪边？其实原本它这边就有附一个透明的封膜，你还是看得到里面的画面。所以呢，我就会去贴在另外一片透明的上面，把它贴上去之后，让它跟它做替换。这要怎么做替换？其实也蛮简单的。防水壳的拆卸方式，这边多了一个安全扣，食指、勾、中指其实就可以很容易的打开。打开之后，背面往后拉到最底部，到最底部，往这个方向，这样子就开了。因为它本身是一个 C 字形的扣 ，C 字形的扣，那我们相对要卡回去的话，千万不能这样子扭动，因为它就会断掉。相对如果要卡回去，我们轻松的这样子卡拉开一样，轻松的这样拉开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这片贴完的就可以把它卡回去了。OK。